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就看见这些高楼大厦，我一定要在这儿拥有我自己的办公室。人生只有一次机会，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一种人。我不着急想未来的事。永远不要把自己的地盘让给你的敌人。 May you always do for others and let others do for you。 我会成功的，我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。你征求过我的意见，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两人在高校工作，劝服董事会找接替我的人选。我要的不是你的人，只是你的办公室。你命重要吗？我要知道班尼是怎么死的。这是犯罪，不管你怎么做，别得罪乔纳。咱俩的事跟他没关系。乔纳让我去他办公室，他是想让我升职。他已经向董事会推荐让我做 CEO。 你是不是真的想跟我结婚？你真的没那么爱我，至少没有像我爱你那么爱我。咱们分手吧。我也想过体面光鲜的生活，让我自己老婆孩子锦衣玉食，多想。我特别想。要是你老婆来找我麻烦，我就把这个放给她听。那天他来是想找活下去的理由。你知道什么是爱吗？一个你曾经那么爱的女人从来没有爱过你。不是每一段恋情都被上苍成全。爱上一个人，爱上一座城，就算离开这座城，恐怕也忘不了那个人。不管爱情的结果如何，但如果你真是爱情，你尊重对方，回想起来